啊，谁人不知岳云勇，古人谁？岳云呢？对，岳云，岳云这名字不吉利啊！这他要被人收走一个字，只能叫岳。嗨，乱七八糟的，这谁问你这个？有两个人都不适合叫这个名字，有两个人都特别危险，谁？一个是马云，一个是岳云。行，别胡说了。但我估计马云不太在乎这个事儿啊。这个我替岳云担心啊。你甭用管。谁人不知岳云勇啊？谁人不知岳云？就是岳云，就是谁人？就是没有人不知道岳云不厉害。双重否定代表肯定。这里怎么还有语法课呢？跑不跑这上学来了？来，您听我这四句。力大无穷，拔泰山。哎呦，就说岳云这人，他力大无穷，他就拔泰山。就岳云这个人，这个劲儿太大了，他就这个劲儿，他已经没边儿了。叫岳云这人太不靠谱了。什么叫不靠谱？谢谢。之后他咔，他就拔泰山，来回来去拔，力大无穷，拔泰山。好，行，您怎么您没日子说了是怎么着？今儿最后一场演出了，就以后就不说了是怎么着？好嘛，好就把所有这辈子的话都跟这说。那没办法。什么叫没办法？我，你以为我愿意这样？我没办法。怎么叫没办法呢？我这个，咱这个四个小字儿，一会儿再说啊。这回该您了，该我了。哎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咱听听他这个啊，金锤一对，上下翻。哎，不是，那您这二句，两军阵前砸金蝉。三句，谁人不知岳云勇。四句，力大无穷拔泰山。你是好 MP3 呢？